Hello， 欢迎回到影子的游戏空间。那我们继续玩 Inside 内部可怕的游戏啊！下去就死掉了吧？啊，没有没有，这边我还没走过，所以应该没走过吧？因为他有时候接关会接比较之前一点的档案。对啊，这边我没走过，不记得来过这边。好高，我天哪！神勇无敌，头好小壮壮。感觉好像在玩鬼片，很可怕。这不是鬼片场景，玩一种沉默之丘寂静岭的感觉。Fuck， 又是狗，哪里？下面，不没关系吧？我一上岸，那狗一定就会来追我啊！先看一下水里有没有东西，就没有。See， fuck you。Oh shit, are you kidding me？我会追过来的，我可以潜水，他应该不行吧？我潜水，你追不到我，我游得比你快，我游得比你快，咕咕咕咕，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！所以我是误打误撞，刚好误打误撞，刚好发现怎么把它引开嘛 ？Oh shit！哦他妈的哦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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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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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！ 真是被骗了。Oh shit！ 他们好聪明的，我还以为他们会冲到这边来。开了。打几个才可以过去？我先过来，我先过来，好，不要，不要，还没电，还没电。我想要打第三个，压力好大，天哪！Fuck you！ 快点呐！哦，过来。哦，小男孩速度好快啊！那个柜子放的简直就像超能力，把它移动似的感觉，放超快的。果然是神勇无敌，头好小壮壮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讲他，不过反正就觉得他超厉害的。Are you fucking kidding me? No， 是坏人哦。我還以为他是好人呢。不能，我不能再回去。他来看后面。我可以开吗？不行。
我可以开它，还是我可以推它吧？对 ，Come on， 推它，推它，不行，好吧？我还想说要推它的。里面很暗呢，那我应该是那个机器，应该是我要进去才对啊，是我刚刚进不去，奇怪了。玩这游戏我尽量不剪接，因为我想带给大家最第一手的感受，就是完全不剪接，除非真的是卡关或者是 What the fuck， 这怎么用？刚刚为什么撞墙了？除非真的是卡关卡太久，然后我才会剪接吧，不然一般我都不会剪接。游戏只要漏掉一点，我就觉得有点可惜。哦，这个也按着 Ctrl 可以推进。哎，所以我要撞爆他的意思吗？帅！挖一下鼻孔。那么大的地图要去哪？再一直往下走。冲刺！哎，这里有可以打破的。就是你了。嗯，奇迹冲刺，帅气。小男孩简直就是超人，连这个都懂。现在应该蛮安全的吧？我觉得这个游戏给你最大压力的是那个狗，还有那个蛆。之前有一只猪的屁股插了一只蛆，那只给我压力也蛮大的。这里又感觉有点像Soma那个游戏。就一直在水里面走，然后也是恐怖游戏。我要出来了。嗯？What the hell？ 我可以飞起来哦。我以为我要走上面呢。不是吗？是要走上面吗？还是一样是要把下面装，我好像走错路，还是要进去。那边刚刚撞一下，然后有铁丝，我就以为不是要撞的。哎，再撞撞看吧，然后全部撞掉了。好像没错啊，应该是往上走。撞这个门会怎样？哇，这个好玩，可是没什么效果。我到底要干嘛？啊，我想到了，小男孩好像可以钻过去哦。啊，小男孩可以从这个细缝直接钻过去了哦。我搞了老半天，所以那个机器又不能再用，一下在那边放弃。我在这边大概绕了3-4分钟吧，一直在找路，结果发现后来才想到，小男孩这么小，应该可以直接从那个钢铁中间穿过去。一直不想放弃那个机器，太好玩了。这有绳子，我才看到。这是老鼠吗？我可以要小鸡吗？我不要老鼠。
虽然说老鼠也蛮可爱的，小鸡更可爱。掉下去，先不要按那个，先不按游戏。哇！哦 ，shit！ 完蛋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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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完蛋了！啊！谁知道会有桶子出来啊？太过分了！这个你没有死一次，真的不太可能。那我要怎么办？如果桶子过来，我就是一直跑，先跳下去吗？跳下去不会摔死吗？这个门打不开了，我现在不能开，所以就按了赶快跑。同时按灭罩哦。哦shit，差点压到我。God，再见，拜拜。好，超紧张。Yeah。什么烂陷阱啊！这陷阱没有被压一次，绝对。因为他，你要在桶子出现之前就已经要开始往左跑了，没有被压一次，你根本不可能知道。等你看到桶子已经来不及了。这是什么 ？What？ 又是什么陷阱吗？哦哦。OK， 再一次，看起来蛮好玩的。那我们起飞吧！跳，帅气！刚那个是飞行员的测试，要当一个太空人，当一个飞行员，就是要做那种测试。这个是什么？超多东西我看不太懂。不是要上去吗？哦，我是要在左边有一个洞，可是过去就回不来啦。真的是要这样过去吗？哦 ，shit， 危险！这又是什么？不会有桶子吧？哦，我要去带那台机器过来。要从下面。What the fuck？ 什么东西？他吓到我了。那是什么？有点鸡皮疙瘩又起来了。Fuck， 那是什么东西啊？刚没有想到这个游戏有怪物哎、欸，这游戏有怪物的吗？欸、好恶心哦、喔。我觉得那怪物等下会追我，这个应该撞不开吧？那我没错。哎、欸，关起来太好了，怪物应该过不来的。这边有一个门。刚刚那边有一个按钮，所以要用小男孩去按按钮，然后怪物就会出来抓我。我太了解你这个游戏啦，按钮在下面啊，我就被怪物抓死了。冲啊，进来，快点！回去，快进去。不行啊！又要放弃这台机器了，这台机器超好玩。刚刚那怪物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出现，我现在好紧张，他随时都会出来抓我。
再往下走还是往上走？那上不去了。啊，我不喜欢在水里，我本来以为水里最安全，现在觉得水里很恐怖。啊，没路哦，我要死掉。是没路的。哇，掉，才刚到，怎么弄啊？啊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啦，这个机器要先过去啦。机器要先过去，然后小男孩再游回去开。原来如此啊，有些谜题还挺贱的。来喽，快点！其实小男孩也没按那个按钮啊，就只是过去，然后就可能是用头脑想一下，然后他就按钮就算按下去。这小男孩一定有超能力，用超能力控制这个世界的某些东西。哎，看，差一点。Go， nice。砰！哦，shit，你是谁？飞天攻击！飞天攻击！飞天攻击，欸，他会闪呢，闪挺快的。他是小女孩吗？小男孩遇到他的真命天女了，小女孩。哎呦，干什么他？有点可怕哎。如果一直背对他，是不是会攻击我啊？来看一下。欸，真的耶，哇！所以我一直背对他会攻击我，真的，哇，哦，好恶心哦！他居然能徒手打爆我的玻璃，就有点猛。这样也算 ，fuck， 欸，这还挺难的耶。刚刚不故意用它，反而还不觉得。所以灯要一直照着它就对了。好恶心哦！怎么有这种恶心的动物？不是我的真命天女吗？为什么要伤害我呢？这么纯真。是要去哪里啊？等一下，好像往上冲欸，上面有些木头。Oh shit！Oh, come on！ 怎么木头没有被冲爆 ？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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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！ 再一次，快点，快点 ！Go shit！ 可以把门关起来吗？哦，终于。哦，终于，原来门可以关起来的，哇，好烂的，贞子。
耶、yeah, ！我成功逃脱了 ，finally fuck！ 啊，我们这视频先录到这边啦、啊，我有了剪接了，不知道死多少遍。谢谢各位的收看啦、啊，那我们下期再见喽，各位再见，拜拜。